这个
我领导的第一个第一个老大一个对。咚咚咚一个隆的咚呼噜噔噔噔噔噔噔呼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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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噔噌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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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噌二寨之会山崔胖杀牛杀牛崔胖太阳太阳与你二战时不登烫烫烫迎风空在战臣啊胸膛不用了不登空烫拆拆哦我的烫拆烫拆烫二战时十八九八等等等等九八烫八八八啊大烫拆拆拆拆拆拆不要着急啊，慢慢来啊！唱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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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唱？唱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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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贤门下山，多受辛苦问啊！帮好汉英雄怎么样了？真是帮助英雄好汉，借粮过借菜，要借老人，是我想借开车子。将老人带走，来人不不不不呀！啊，有这等事，前辈请至后面歇息。大，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哎，腾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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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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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与我带啊，与我带啊，带带带一上来大空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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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啊，哎好，这一段呢算一个段，因为这一段呢就是从你这个戏里出来，从你一上场到见了人物，这个段呢，跟这个地方一个是展示这个人，你这个人呢，山大夫是吧？展示这个人本身的这个位置、气势，你的气势、你的性格都表现出来。就说为什么表现出来？就说在你这个形容当中啊，你比如说现在稳重、稳重，气质要稳，稳要表现气质，快要表现你的性格，就是毛躁。就说稳的时候啊，不要形成错肉，这就记住。你要是快的时候，不要忙乱。所以这两个东西啊，也掌握。在使用技巧方面，你比如说刚才那几下都没有看好，就是这下投的挺好，投的挺好，等于这个踹过去啊，后看啊就形成。转转转，就到这个时候，到这个时候，哈，这个亮相，哈，是这个要亮相，哈，才有这个。你现在到这儿不敢动了，到这儿不敢动了呢，就不知道结束语在哪。就是我这个技术，整个这个技巧完了，到这儿，啊，松弛下来，哈，它亮。啊，大，冲天，就在这个一、二，后头那几下，把它圆起来，不是一、二，就说一、二完了，圆下来以后，长，一绕，长，凳，要这意境在什么地方呢？得带有这个细细的，这个是长，蹬，蹬，长，
这个人物现在是你这一举一动自己都感觉满意，哪儿都得意，哪儿都舒适，才是你这种性格。另外就是你这个其实好像那个又不是小人大富，是吧？挺高兴，啊，喜庆喜庆，人物喜庆，因为你性格本身爱都在表面搁着，都把它表，你得发现自己对自己一切环境特别满意。噔噔噔，这一下定住，噔噔噔，大大就这刚才这一下，要注意。看完了以后去，噔，就这一下，你手抄得太近，噌，哼，在这个位置，最好啊甩小臂，别甩大臂，甩小臂他就不至于把这儿蹬起来了。你试试这个，踹完了。啊，踹完了，踹完了，哎，对，这儿甩，对，就这儿甩完了以后，甩出去，这个手在这个位置，甩小臂，绕小臂，哎，嘟嘟哒，哒，疼，他就不得把这个带起来啊。这后都行，就在这个什么。唱唱入戏，这一段的话，就是你个人表现，你个人舞蹈完了以后，到这儿，等他一报上，进入情点更活跃，这个戏啊也上了一场。再去唱啊，自立为王，唱前唱，雄心，唱前前前，这一段过去了，再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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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唱，八大唱，大，唱唱他把戏，等。唱嘟二站住，进入戏，就这个地方，唱嘟二站，喜庆上，这个情感就更充沛一点。我妹妹回来了，我就盼她回来，盼她回来。这个叫喽啰的也是，请唱请请，喽啰的这个神呢？庆昌崔喽啰的，就这几个人也很具体。如果庆昌喽啰的不记住的话，庆昌喽啰的康台康台康而宅真回禅第一窝，这是个示意动作，给打鼓的一叫第一窝，把他就请要小，请请请，这个小啊是你爷的，你爷这种感觉，别这么平了，你与我把它请请转的，请请请请跳跃，来来来来，跳跃把这一坐，唱哒哒哒哒哒哒一哒哒，唱哒。蹭蹭，展示一下自己整个整衣襟，是吧？出来这个时候要稳住，蹭要稳住，这个冷冷冷冷，这个冷冷，你只有这个稳住才能，哎，来了，现在蹭一蹭，嘿，小伙伴。回来了，看了一久，实际上这个是具体的用。一勒马，俩人一见面，他翻身下马，你看噔噔噔，长，不然的话你这没用，没事的。这背部必须要强一点，节奏，噌，噔，噌，噔，把大腿，噌，噌，抢先，这点。学完了这个时候才第一个动作等才稳住，再重新起，用
行，还缺点什么？啊，嘟，这点别着急。碰他，也是，喽啰的，行。不能坑坑踩踩，喽啰的，哐踩哐踩哐，二踩就回踩。这旁杀牛，十点辅助，你看，观众在这个位置。二寨主回山，这一旁杀牛，这一旁宰羊，实际都给观众了，焦点都在那儿。二寨主回山，这旁杀牛，放这旁宰羊，一第二，一第二宰之，烫就不要快，烫不要紧，烫烫烫。阴风单纯洒脱一点，这样烫烫烫。阴风单纯，人物太硬，不是内心的活动。烫烫烫。阴风单纯，哥哥不用了，这个收回来，把水袖收回来，脱了这个水袖。喽啰的都拉回来，喽啰的，刚才刚才的，十八九八，九八，八八，要软点，十八九八一个，九八三个，八八八啊！刚才这个，这才不积极，如果你看，十八九八，九八八八。这那些感出不来，就罢就罢，罢罢罢，况且这一段下来，那个毛尖烧过就没法使。抗拆抗拆抗拆，他这个感情啊，进入到人物之间的，先被下山，多受辛苦。这带有感情，前辈下山多受辛苦，前辈下山多受辛苦，方好还英雄，怎么样的？未曾，是我见着两个见山压进一个老人，哦，哦，这第一个，未曾访着，用不着搭茬，是我见两个见山压进一个老，哦，将见山杀死见老人，哦，哦。呜呼呼，头也没有摸回家。呜呼呼，有这等事？问吧，有这等事？好，前辈，秦之后面谢谢。甭管了，我来。况且况且，这一段呢还慢慢进入。就说他这个人物啊，上来，第一是个人舞蹈，是展示一下他的气势和性格。然后进入到这个具体的时候啊，进入到具体情节的时候才不要。不要要快不乱，快起来不乱，慢了别问，啊，一慢了就肉下来了，就不好了，不敢撩袖子，袖子拔，撩着小臂拔，动作要轻，要腰部使劲，不咱们。瞧我前面那个什么，这个李明超，有没有你？发腰啊，发腰行累，行肩蹲背，瞧着，就这个道理。什么力量，哪儿的力量都在腰里使。嘟吧噔，这个听，啊，都在腰里，都在腰里。另外就是发到指尖。力量要发到指尖，你水袖是在这儿，如果你要是这样撩不行，如果你再全着撩胳膊短，噔噔噔噔，就在这里喽啰的甩出去，也是手指头，就在这里，这个力量达到顶尖，用不了多少劲，还得抓袖子，
还在抓秀呢。平常在的楼落的刚才他这个楼落的方才二才个引导人才有个老头可有动作过去然后再问方才老人儿在这引导人才有个老头儿可有可有嗨实际潜台词就是说有没有有嗨你都给我带就是带有这个可有怎么把他可有怎么让他去老五轮的长腿长腿这个要抓住的水袖这个抓住水袖动作这个不要打马大爷可有可有请请请这儿没这么大劲是不是请唱老五轮的长腿长腿将这老头儿看准了如果带如果带带带带你上来他得带有啊细细的一些你给我带哎呀你我带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头的慢后头突出快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的感情没到你我带慢的慢的是需要通过你的感情去你我带你我带这个力量跟你声音要同时带你上来就合适现在你是带你上来声音干声音的动作干动作不能统一是吧我就说这一点呢你咱们很早老说这个事儿就说要快些快些的不能慌乱不能给人那种慌乱的感觉慢下去为什么要慢是为了突出快而慢这个慢要更以这个加倍的感情去代替这个不然的话戏就染下来了就跟刚刚我说这个动物一样而在这烟上有个老头儿可有可有这就没事就怕戏不连什么不连呢不是你的别的不是台词也不是动是你的感情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嗨你给我带呀带带上来嘛实际生活里人就是这个所以这感情不能断有有楼罗就这个地方蛇戏就蛇了观众就不跟你走了请你唱楼罗的肯定简直老头儿如果带有点把这个戏也就拖下去了是吧懂吗就是咱们已经拉戏啊进入到这感情里了你们不要以单一的就是说技术问题解决这些这个也是个表演技术就是掌握人物的气氛呢老在统一无论比如说大空前前前往里走哎哼你看我的后身也还是蛮有意的你不是他快拆拆拆拆拆后来啊变人了不是那个人了就是非常稳重对不对因为你上来上得很什么的因为咱们这个戏上要求要精干啊彪悍是一方面彪悍是一方面要小巧要他敏捷这个人呢很燥他勾绿脸焦横那人很焦横很横但是很快性很快性快性快性呢不等于说不表演出来让观众就跟我私下发脾气可以随便发但是舞台上你还得有节制发脾气是吧节制发脾气你姓什么姓什么叫什么你说呀就这么个人但是我当你你这么一说你害怕你害什么怕我这不是你好好说的他自己也知道他比较什么但是见老头就有这个你是不是再来了这点好不好啊你是不是再来了
你看看咱们这感情能不能进去。你上从你上场开始，这个人物就在戏里，就在事件里面。当然投了没什么内容，投了就是整官书带，你看这个带，就是掸掸灰尘呐，捋捋胡子，整整帽子，就是这么一个舞蹈。那么特技呢，就这么一下。如果咱们最大的特技就是腿上，腿上脚底下，如果两样，一个是脚底不稳当站不住，一个是腿子弄不起来，就没得可看了。这东西从技术要求来讲，是吧？当然不是有了腿就这出戏能唱好，也不是，但是它基本条件应该有腿，啊，今天这个设院还不错，投了亮相，第一亮相就没有那个劲儿，腾切空，嘿，腾这个稳呢是为了这，蹦，蹦，蹬，腾，为了这个，腾，为了这个，实际上这些都是给他做饭。软下来也是给他做饭，腾，大，烫，这两下软下，腾，大，腾，腾，噔噔，啪啪，这个本事啊，拿脑袋带着就可以。噔，稳住了，好不好？你把那个感情进，好不好？是叫喽啰的以后啊，喽啰的。不要随便喽啰的就丢了，喽啰的坑退而宅者为安，弟兄们，这是个示意性，实际上是给请这个动作离开他，正是为了下一个再找他，啊，再来俩，thank you.
个整，这个这个冷个冷当当，这个这个冷当当，这个冷当当，当当当，这个冷的咚，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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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嘟嘟嘟嘟嘟嘟嘟唱，嘟嘟嘟嘟嘟，轻唱脆脆，好多的唱脆唱脆唱，而再去回山，最胖啥酒啊？最胖太阳，太阳与你二在儿，把灯唱唱。啊，迎风赶尘，把这袖子出去，出去，啊，出去，啪，就走这，走，迎风赶尘，哎，哥哥，兄弟啊，出去这手，兄长朋友你好，不能空。唱脆脆，哦我的唱脆唱脆唱，二战时十八九八，对对对唱，九八唱，八八八啊，唱脆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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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唱，唱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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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唱，前辈下山多受辛苦啊。啊，方好汉英雄这么样了，未曾放过英雄好汉，见两个劫差押解老人，哦，我将劫差杀死，哦，老人带上善待人民不可，哦，有这等事，正是先美心志，后面歇息，大空才空才空才才才才才才，唱。雷抗雷抗雷抗雷雷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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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快用那个藏快用哎同学你跟我你跟我方才有个老头说有个老头方才有个老头儿快用跑那边去这个突然性就出来了知道吗为什么方才有个老头儿可有这突然性出来如果有个老头儿可有就没有这个突然性是吧方才有个老头儿方才二寨追烟道，方才二寨追烟道，有个老头儿，快有有，快有有，嘟嘟嘟，吭吭吭吭，走我的，吭吭吭吭吭，趁着老头儿，约大啊，约大啊，带带带上来，吭吭吭吭吭吭，这下，看，这个甩水袖啊。完全靠腕子，咚咚咚咚，你看，就在腕子。如果你要是撩这么着，显胳膊短，知道吗？咚咚咚，更去了，楼罗的，这使劲儿，你看，楼罗的，你看，舒展。哈，抬扛抬扛，防抬杆真真真的，临水有个老头儿，可有，可有，这个手你看，去。可有怎么怎么的可可露露的他这个就注意了罗带啊罗带罗带罗带带带带带你上台这个到什么时候使劲的带带带你上来这手到这儿那就不乱了知道吧这是腰里劲的罗带往回来罗带罗带撒手带带带约上来那就不出现这个乱七八糟的整整老头罗带罗带带带带约上这整个都下手你看实际上就是手啊这手指的夹着就到这儿，带你上来。
到这儿才使劲，明白了？打这儿开始，唱唱这个才艺的，登峰唱浪才，唱就往上涨，唱嘟不登，空唱才才头我的，唱才唱得唱，方才二战之言道，您说有个老头儿，快有有，快有有，嘟啊没下，你不敢下这个。可有这儿捏着往下，可有，哎，就这再来，银子有个老头儿，可以，哎，可有有，可有有，嘟不嘟，下来让他下来，哎，对对，让他整个袖子下来，可是你这是揪着这一尖儿，哎，对，银子有个老头儿，可有有，可有有，嘟不嘟，吭吭踩踩，走我的，吭踩吭踩吭，将这老头儿与我带，啥？带带带带一上来，你个方向不同一样。将这老头儿在这儿与我带，你现在这个与我带这个就别扭，与我带在你面前。将这老头儿与我带，与我带啊，带带带一上来，哎，成才才才才才才不得才才才，扛，哎，扛，往下来啊，才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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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唱才唱唱唱唱唱唱，来来来，唱，才。矿采矿采矿采一采矿采矿来矿，矿采矿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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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采，腾，哒，腾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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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伸过来，伸过来，哎，唱，大大大，唱，你这手啊别这么过来，啊，唱，这么，哎，跟你这手的方向是一致的，你要这么过来就横着，蹦，蹬。这就过来，哎，大大大的，烫，大大，烫，大大，这个你看，转过来，大大，烫，再试试，大大大，烫，下来，大大，烫，大，烫，大大烫，这个到最后那焦点的时候，你这个。使个劲啊，蹦蹬腾，大大大踏，哎，大大腿可不行，踏大大踏，没了，你回来没了，你看这完了以后你还得闭光，把眼神闭起来，踏回来，踏，这眼睛啊不能老盯着你，我踏，我再老使劲，哎，对，再闭回来，闭回来，不是闭眼睛啊，把光闭回来，踏，大大大的，踏，大大，踏，大大，踏，大大，烫的大大，烫的大，烫了烫了烫，现在哪儿都不带动的，就瞧你这腿，烫大大，烫大大，烫大大，烫，你看一个腿一个胳膊，就伸这两下，啊，就瞧你这个烫大大，烫大烫大烫大，就
就瞧你这哪不是豆腐。山腿了，烫哒烫哒烫了，走，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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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痛菜，疼。现在这下，不管是这啊，你脚底没转过两个来，对，腰转过来，对，烫，我在这儿啊，烫，大大呛，这边转，转过来。疼，对，大大大，烫，是不是？啊，这不就这么排是吧？大大，烫大大，形成了造型，烫，烫，再走，烫，大大的全腿。你这腿先是直抬，知道吧？斜立，烫，成了造型，直，哎，大大大，出过去这胳膊出，哎，烫，大大烫，大大烫，大大烫，烫开，走，脚连脚底下烫开，烫开，这个你看。现在这腿在里边看不见人的腿，但是你这个脚底是主要的，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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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把这腿，把脚底，唱，大大唱，大大唱，大大唱，大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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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着下水门，放开。烫，大大烫大烫的，这是烙腿儿啊，疼，疼，哎，对，烫，辣大烫，大大烫，辣大烫。跳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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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拉腿儿，跳，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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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嗨，霸道的跳，大，跳跳噔蹦跳，嗨，跳嘟，不能，跳跳跳跳，对，跳跳跳跳跳，崔老徒儿，家是哪里？姓什么名谁？你要这点太慢了，你进不去了。不是别的慢，就是你的声音呢放得太散。大唱唱，噔噔唱，猜唱嘎，唱从这儿开始，唱，唱唱猜，嘿。马上这技术紧张状态，不是？轻擦擦，嘿，这个肉，嘿，谁老头儿，家住哪里？姓子名谁？你要你我是啊？你就在你的神经质，你得出来，你才能显得这个人呢毛躁，知道吧？唱唱蹦蹦嘿。噔，噌，嘟，不噔，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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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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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老土儿，家是哪里？姓什么名谁？你要与我说呀？都使都不行了。家是哪里？姓什么名谁？你要与我都使都不行了，怎么样？他就突然间，噌，噌，嘿。康泰康泰，这老头儿，家住哪里？姓子名谁？你要与我说呀？他就突然，
空空呸呸，对，空呸空呸空，崔老虎儿家住哪里？姓陈名崔，你要与我说呀？得得得得，唱，你要与我？啊，不行，这快了。你这叫萝卜，你要与我唱唱唱，在那儿。你要与我说呀？你要与我说呀？得得得得得，唱，你要与我？拜登，唱唱。没错，就是节奏。咱们现在舞蹈戏讲着呢，一个是造型，一个是角度，最重要的是节奏，舞蹈节奏，这个情节、人物、动作的节奏，啊，节奏掌握不准啊，他就错。别人家住哪里？四姐妹现在哪？毛病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哈。江上啦，就一个劲儿，行吧，一个劲儿，他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该慢的慢，要快是实际上是，那个慢呢是为了快，对吧？你要与我是啊，你要与我，蹭蹭蹭，嗨呀，这是一下。你要与我唱唱唱，这愣什么呢？嗨，大腾，江上来，这是慢着呢。江上来，你说了，腾来，上去了，明白意思吧？就是在回事这还不是的，打这就预备。江上来，这还慢着呢，到你了。蹭菜啊，懂了吧？这节奏是变化的。蹭唱菜菜，对，唱菜唱菜唱。崔老头儿家住哪里？姓陈名崔，你要与我说呀？哦，是是是。你要与我？爸爸，唱。大王好一点啊，好一点啊！大王有笔多多，文言文说，他随身大王听我，哎，大一大，唱来来，这个得唱，唱来来，唱来来去，这个得唱，唱来来去，这个得唱。来个来唱来来去，唱来来去来个来唱来来去来，唱唱的来个来唱，来个来唱来。这个反应不好啊，这个反应。唱来来去来，啊，唱唱，就找事的，一直找个事的。马上就反应，你别害怕，马上就疼，哎，唱来来去带个来，带个来唱来来去带个来，唱来来去带，唱唱个来带个来。带带起带一个带唱来，你这个什么？嗯，唱，唱来来去，带带带唱来，梗头别低头，梗头别低头，唱来来去带一个带唱，带带带。
看来来，看来来，啊，来来去来，来去来一来，看来来，来来去来一来，看来来去来一来，看来来去来一来，看，看了你猜一个人。每一个动作都在画圈，楼哥呢？方才老头一到，哎，他叫什么城？他叫什么城？城，哎呀，城，城，城，哎呀，城，城，城，嘿嘿，整是这么一个小弧形。嘿，他叫什么城？城。哎，程老姐，好，猴子，哎，方才老头言道，他就是个程啊，程老姐，赵文，好过响亮的名儿，将这个名儿记下，记下来，真是记下来，这个不要着急，这个不要突然，哎，好过响亮的名儿。将这个名儿记下，哎，这记下，将这个名儿记下，没必要，是吧？将这个名儿记下，好过香港的名儿，好过香港的名儿，将这个名儿记下，记一下，真是记下了，记一下了，嘟嘟嘟，吭吭踩踩，对，吭踩吭踩吭，崔老头儿，你要与我咋咋，蹭蹭。嗨，唱江山来，嘟，八大天空，唱。唱唱来，唱一个来，唱来来一个来，这个地方不要多拍，
白白雪，要本头，底下叫什么？羊头。唱白白雪，唱白白雪的，谁在一个在唱白白雪，在一个在唱，这样要强，不要大，不要大。噌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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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噌再当起当一个人噌再当起当一个人噌一当一个人噌再当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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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个人噌再当清苍财财对苍财苍财苍老头儿不能清苍财财老头儿苍财苍财苍你有与我八大苍苍苍顺八大清财苍这个突然性不够啊这个突然性不够是什么时候的要有啊烫烫烫是啊把这个把它清这俩胳膊肘擦着啊往下蹲的时候嗯这起来清清菜它这胳膊肘来起你现在起来这就没有了把它坑烫菜菜带烫菜烫菜烫你有与我八大唱唱唱孙八大才唱才他哎用笔他是你南方家大伙迎来了老汉老头这么怕才唱才才他满头是可以做这转悠还可以多转悠啊最好是啊你现在我是最好是我还带着不了你了拆呀拆拆擦慢招车慢招车擦拆擦拆转仨圈儿满招孙是满招孙大唱拆解唱满招孙满招孙大唱拆唱拆那就来了满朝孙满朝孙一二三起你不要着急啊这个下呀一二三你看这一拦着呀你别着急一二三拦着这下拦着你别愣磕实际上是泄劲泄他这一劲满招孙满招孙二三起来站
个，你看，这转过来，转到这儿结账，实际这下结等了一下，是谢晋，是谢晋，他们转过来，一二就转到就转到最急的时候，就是谢了晋。这时候谢晋一下，别愣拦。满招孙，满招孙，一、二、三，来，哎，对，看，哎，噌，嘟，把大钱空，喊喊，老子，哟，方才老头儿言道，他有个家人，他叫什么史？史，叫什么史？史，哎呀，史史，十一郎，赵文。好，我响亮的名儿，将这个名儿记下，记下了，真说记下，记下了，嘟嘟嘟，吭吭，抬抬抬，吭抬吭抬吭，老头儿，我把那谁浪儿他，把吭变怎么样？吭抬。爷爷有所不知，小老儿名唤陈老师，有一家人名唤十一郎，是我命他入林庄探亲，行至博士堂前，打走官兵，放走这口家人，犯法罪归家之也。满朝孙，满朝孙，大称才称才称嘟哒哒称称，好头儿哟。那十一郎闯下大祸，如今那十一郎和他，大成大不到在我去。那十一郎闻得小老儿在公堂受罚，是他赶至公堂替我受刑待罚也。满朝孙，满朝孙，大成才。老头儿，那十一郎闯下大祸，那十一郎去往监中替你受刑待罚，那十一郎去往监中替你受刑待罚。如今把那十一郎和他，他问臣何罪？不得空堂大的哎呀爷爷，待臣八月中秋是这样，一刀两断，等唱他。下山打救，听
创写文墨，走过代笔的星辰，你愿意？不答，请他与我。哎呀，不能将小老儿留在山寨，敢问飞仙玉？他到从下了，从下了，大大的有造化，有造化，下面金银去吧。啊，放菜菜菜菜菜菜过来，你放的，来，放来放来，你才放来放来，放菜菜菜菜菜菜菜过来，放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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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兄弟啊。将那老人怎样发落？我将他留在山寨，抄写文墨，走过代笔的县城。不曾问过他的名姓。方才问过，他叫什么程？程，哎呀，程程程。大赞程老爷。赵武，他还有个家人，他叫什么史？史，史，哎呀，史史史。失忆了。赵武。咱不知谁郎是怎样一个人物，兄长你就忘怀了。忘怀什么？前者大战泼水滩，哦，兄长身后吃了他的一个西游之刺。哦哦哦哦呀！大碰菜碰菜坑，前者大战泼水滩，兄我身后是这样咔嚓啊，就是一棍枪。就是此人，正是，嘿，擦，好汉子啊，啊啊啊，好汉子，大抗贼，抗，是这样，好汉英雄，兄就该下山搭救于他，兄长这样是不得，前辈不必多虑，与兄。兄才有改版，兄才有改版，前辈谁能打？碰拆碰拆，唱吧嗒，唱唱唱，吧嗒，唱唱唱，吧嗒，唱吧。你说没有差距，还是差距很大。就说，因为有几个问题比他注意。反正搞舞蹈啊，一个是节奏变化。舞蹈动作除了造型以外，刨去他的动作的目的以外，就说他的节奏很重要。就跟我们歌唱一样，不管他是在歌唱练化的，他都有个节奏问题，是吧？节奏是我们的，是我们的一个表现手段的一个关键的问题。什么叫节奏？靠节奏变化才产生东西，才产生作用。就搁这，看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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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节奏突然强调起来，腾！哇！这就是节奏，是吧？哇！就没有强调节奏。那么人物的性格也不存在，为什么非要强调节奏呢？就是他这个比较毛，人物比较毛。比如说，大噔通拆康啊，弄拆，这是一般节奏。通拆康啊，弄拆康啊，弄唱弄唱一拆，腾。这一下不成。在寻找当中，你的表现内容。噌！我的看，你看，这太王心呢，上来了。这不行，这规矩不行。噌！我的看，这个，都在这个慢慢的苏醒过来这样一个运动过程，去整理自己的东西，这是慢段的。然后唱的时候，坐着就是，坐着。人是战场的，疼。
不能靠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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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脚上形成了，形成了那个，疼了，真的疼，是吧？就是这个节奏的变化，节奏的变化，唱唱的不气灯，噌嘟八大拳，空噌，如果老头儿，这个节奏跳，从语言带动的感觉都跳，唱的不气灯，庆噌。老头儿，这个语言呢、啊，这个挑逗性。老头儿，我有一件给刘三，这是商量口。刘三山在朝随问我，说过大笔的先生，你刚才一瞪眼，你瞅他一，不念，赶紧说，哎别怕，如何？再回到这个商量，如何？他一也，他到从前了，有造化，下面经济起吧。这个时候你不管了，看看，上来，啊，这个语言呢，语言节奏要跳转的。老头儿，我有一件给刘在山寨抄随文墨，做过代笔的先生，你没有这意思。第一，请日华一生一夜，他到先动，他到从家了，又早啊，这一年他就记住了。如果说一夜，他到从家了，大大的又早啊，人呐显得闷，人呐特别笨，啊，这是一点。还有这个，我在想面说的啊，还有一个角度问题，角度问题。比如说我这，大大把苍苍，庆苍，哇，庆，你现在是这样的，你看这角度，再变成这个角度，你看这个幅度多大，就是咱们的，就这个。就这个视线，哇！对，庆噌，我为什么让你找中心呢？这就变过来了，你懂吗？这个幅度这就变过来了。舞台上都是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如果说完全靠这个形体交接，不是靠什么？靠脚底的移动。哇！庆噌。一枪，我去，这不是，我去往上抄，脑昏脏官身体敲，把一个好汉英雄先出来，把一个好汉英，因为你这全词啊，把个好汉英雄掐与牢，你要描写这个，把一个好汉英雄掐与牢，这个掐与牢用的，掐与牢，那就不准确了。还有那个。我下山打还了那雪衣帽，我下山打酒，这就不准确了。啊，奔台湾还了那雪衣帽，我下山的打，脱胡子就不准确的一点，是吧？咱们说的就是说，噌噌，就靠这个。脑昏脏官生技巧，把这好汉英雄你这么一撤，你看。就变成这边的了，是不是？从右边的形象就变成左边的。如果是老魂张官升几枪，大一个好汉英雄掐鱼牢奔台湾，那就说观众的视线跟你来回跑，这就是我们角度怎么变，就是你看我左右交替，但是我这个正面没丢。我随脑昏苍官升几枪，把一个好汉英雄掐鱼牢，奔台湾还了那雪衣，都在这里，就在这里，跟这哇呀一样，他哇，庆，噌，噌，这个枪切一扛，
你看一二三这仨焦点就在这边，你扯太大了，噌噌你中间就来不了了，走吧。这是一个角度怎么掌握的角度，那个还有爆发力，我们使用的是力力。我水秀说了啊，水秀说了，嘟吧嗒去，砰，啊，砰，是到这儿才行，砰，好，别打这儿走，砰，那袖子就没有，就长不住了，砰，好，这是一点，我说一点呢，你记着，是逢是要较劲儿的地方，都是爆发力在什么地方？还有这咱们说过，蹭蹭扎扎，嗨，这统一的声音跟形象，嘿，吭脆吭脆，我还没叫呢，嘿，吭脆吭脆，低头头儿，我怕你，十一郎人，在这个十一郎中。这个运行过程并没多的劲，齐狼儿啪啪砰变，他这就做好了，不是变怎么样，哎，就不好了，变怎么样，上去了，就他这节奏啊要是这些说大贼清脆亮相了成，哎，小老妹快吃老姐家里的十一郎求我琉璃灯台进十字中头打倒心智在拨水他满洲去，别说满洲去，满洲去大清脆哼啊，去，成，老多人，他睡懒了。这个记着这几个，一个是节奏，一个是节奏要长愉快。为什么呢？这个人比较毛躁，所以必须得沉稳下来，然后再上去，就是，就跟这个是。方才演说有个老头儿，可有加强他的突然性，蹭着个气灯蹭老头儿，神秘一点，老头儿，我有一家的刘在山寨，这个要速度要平稳，刘在山寨超水文谋走过大一笔的先生第一，别害怕呀、啊，潜台词就是第一，请日化，你这个哄小孩子似的，日化，他到什么单人飞拳，一月，他到从侠了，加强他的演说，他到从侠了。这个声音呢、啊，就不是这个人。一月，他到从前了，打他地上撒花，下面精力动作都是在前面。这样的话，你声音快，声音快，动作慢，所以必须把这个动作搁在声音前面。这样就缩短你的声音，让人听着你这个人呢比较毛躁，比较明快。不是那么沉闷，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地方，你考虑一下啊。抗拆抗拆抗，兄长，请老人怎样怕了？我见他留在山寨，挺幸运的。见他留在山寨，超水文谋，走过大一笔的线，这个地方有点慢。你瞧我处理怎么样？实际上，潜台词这是没有听。剧本里头没有这词，
我将他留在山根，操操起文博做个代笔的先生。哥哥，你可曾问过？哎，方才问过他叫，方才问过他叫，都是在那个集组当中说的话。他叫这两个字撤下来，是你。哎，方才问过他叫，哎，什么城？这第一问。他叫什么城？哎，城。你们记不记得？嘿嘿，照我。他还有个家人叫什么？是这个地方这个，他还有个家人叫什么？是，但不知十一郎，因为你联想到白水滩，联想到哪？但不知十一郎是怎样一个人，怎样一个人物？哥哥，你忘怀什么？前者大丈，啊，兄长啊。吃的不、哦、一个两个三个碗里不、好呀，矿财哼，前者大战博水潭，兄我身后不丢对象，兄我身后是这样，咔嚓，这个要尽量夸张，从声音上夸张是我是一棍，声音拉长，只有我是一棍，操，只有我是此人，我只有我是此人，这个速度就看一棍，此人，嘿，先出声，好汉子啊，到好汉子出这事啊，好汉子啊。使劲叫我是一名好汉子啊，呛好汉子，矿钱好上来，有这样英雄好汉，休就该打救于他，哥哥这样欺负他，我只有该骂他，先问天，这急脾气来了，我只有改版，先问天大，不要撒真笑，还得了。哎，对对，这个笑的，都这么着，就这样，弄起来。哎，对，就这样就，唱，把它唱，在这位，呱。起来啊，到这个位置，起一转，站在脸上面，下边转，看，走吧，看这劲儿啊，转，从这个角度行，画一圈儿。这个人起来呀、啊，如果是这样起，你就到这儿完了，起不来了。这个起伏起不来了，要画圈起来。这个人呐、啊，是这么行，这幅度大。就说你人变成这幅度就大了，噌，要轻松，噌，大，噌，就是头脑的轻松跟后头这个。这后事，不对，这就是节奏的变化，懂吧？现在这个东西啊，你得拉出来，拉不出来，你再试试，就把这个后头唱完了，做了，绝对不说那么多啊。我们今天讲就是说，能够舞蹈，不管你是歌唱也好。语言也好，它的节奏性非常强。现在动作在这语言的前面来动，要记住这几点。再一个角度，虚挪脚底下，
训到脚底下，上步也好，你上步也好，你侧步也好，形体啊不要来回转身，不要形成这样，就是变换脚底下，就是这个啊。舞台上不管你是什么戏，都存在这个。如果说你是这样，那就是有意识变角度，有意识变角度就行。你要是一般的跟谁说话，跟观众唱，不管你唱什么，啊，你不管你是文戏还是武戏，如果你要老是这么一会儿这么一会儿这么一会儿这样，观众就烦了，不集中，戏不集中，啊。再一个，这感情这个动作，你看是这劲头啊，甩起来，啊。这个在上边，绕在下边，走，你看，是这么个劲儿。对，嘎，好吧，咱们再来一回，好。就这样，去不跟，兄自有开放，前辈请问。啊，你这个那个啥，节制啊，把这节奏很清楚。就快打酒一场，哥哥这兄只有改版邪魅请，节奏的兄啊，这邪魅请啊，既是跟他封口，实际上是叫音乐叫锣舞啊。就快打酒一场，快打酒与他，兄长不计千秋，真难饮酒，只是这样不能前去，兄自有开办，前门与秦门，把矿车矿车矿，把它烫烫烫，把它烫烫烫，嘟，把，让你下来，别挡脸。转，烫烫。这要快，呼，就这个，你看这俩手啊，吹吹吹吹，就在这个位置。哎，对，在这个位置。啊，你这起来，现在起盖，最好能够是起到这一块，就这个，千万别往上冒，一往上冒你就站不住了。别转，你这儿不转，我说的是内心劲，是里头的劲头，不要要这形状，形状不好，对，你看这么多难看，这多难看，这劲头让你使，嘟，藏，这个劲头藏在里边，外形不能露啊，撑，撑，哎，起，这俩手啊，分，龙形嘛。会吗？啊，好，嘟，好，别动腰，立起来，来，这个手，哎，哎，走。好像去大点了。